你喝的有点多了。是我们刚没喝吧？我们刚喝的是西瓜汁。今天来就有点一直晕，开车的时候就宿醉是吧？哎，你会哎，如果是前一天喝了很多的话，第二天就是交警检查的时候会被发来的，也是会是吧？喝当天属于酒驾，后来属于醉驾。科目一学的还可以。今天拿醒酒器。考了吗？我科目一考了，96分呢。哦，可太好了呢！好像是90分不及格，还是95分不及格？90分不及格。你在哪里做美术老师？真的，就我之前待过的那个地方。是哪两位喝？谢谢，你说的肯定是饭。对对。啊，是老板的老板。那他喜欢你的，也有可能是吧？我感觉，我也觉得，给人表现出来的很直爽啊。但是，但其实很恶心。跟他深入接触过没有？就那个他一校长跟我讲说，那我们是同类，我们都是有直爽的人。直爽的居然30块钱单对吗？
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应该问这个问题。是问了什么禁忌的问题？懂答？哎，不是故意的。是不能问这个问题。仙女是怎么搞笑他的？你看，有些问题你不能问，你懂吗？你看，不是我一个人这样。你是哪里人啊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同事。哦，你们之前机构的同事是吧？你一直教美术吗？你是学美术的是吧？好羡慕啊！当时我最开始艺考的时候，我也什么学美术的，没讲过是吧？学表演不是也挺好的吗？虽然是因为美术，我实在是画的太丑了，不是很能行啊。我当时也准备学美术的，而且很搞笑，我记得当时班主任知道，差不多快半年。这个上面好多水能帮我擦一下吗？一直到中级高考才知道我们是同事。真的吗？你说李欣啊？对啊。可是因为你跟我们玩的都很好，所以他一直觉得你是艺术生。对，他一直觉得我是艺术生。我高考，高考。老师，您的水泼了吗？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再帮我拿点水去吧。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搞艺术。我已经什么都算艺术了，我都没有什么朋友，谢谢你带我认识了这么多人，我现在又认识了两个人，我的生命中又多了一丝的光彩。你好，那个烟林飘香是哪个？是不是挡到你了？是这一类，然后马克比特女孩，所以你们玩的都是僵尸，对，马克比特女孩。女孩是我的，女孩是我的，然后僵尸，僵尸是我的，对对对，僵尸。你这个朋友到底是干嘛的呀？我啊，我在上班，在中介三级啊，在中介三级，我是学土木的，因为晒得比较黑。就在三个不同的职业，但我们三个有个共性。我们都对对对，我也当过老师。我做主播之前是当表演老师代课的。他也当过老师。你当什么老师？你猜？数学老师。跟小明开始上的是一样。我长得很像李玉兰吗？应该没有吧。语文老师，艺术方面的吗？舞蹈老师。你会跳什么的 ？hiphop， 跳那个地板的那个。b boy。他之前是教什么的？我之前是带足球。足球。比较喜欢踢球，踢了踢了，大学里面坚持嘛。你是不是有一米九啊？一米八八。我操，好高啊！巨人。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？你是踢足球的，你们就是跳舞画画的。我踢足球是业余爱好。哦，这个挺好喝的，要不要尝尝？你的生日就这么草率的过了吗？哎，今天过了十二点，是不是就你的生日了？我们过了十二点之后，要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说真的，你知道我去年生日怎么过的？去年生日就是在学院代课过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上大学的时候过生日那一天，我都帮我老师在排那个什么，排那个剧，你知道吗？气死我了！我就根本就没过生日，所以我今天的话是久违的过了生日，对吧？生日快乐！等下过十二点，过十二点了才生日快乐，你等一下。好，那我跟别人喝一杯。好的，拜拜。他把我们两个之间的管子都分开，好像我们很疏离一样。并没有，姐妹，真是。那我们就两个一起喝。这个女人真是，我操，你这个好酒精味好浓啊！我也觉得，就僵尸，当僵尸吧。要不要
你们再点一点吗？叫僵尸，就像你今天说的那个叫什么，你点的那个锅，铁能吃完，铁能喝完的。有没有人玩一下游戏啊？没有。啊？玩骰子，玩骰子怎么会啊？会吗？你会玩骰子吗？会呀。零六七有加有分有七。啊？有摘有分，玩吗？玩摘分吗？摘分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会玩，不玩摘分吧，我不懂摘分是什么意思。那意思就是也没有皮。反皮，反皮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懂。哇，好天哪，好高级啊！反皮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反皮是什么意思？不会，玩广东的玩法。广东的玩法。嗯，这种玩比较烧脑。要不你看我也总不喜欢啥？玩啊玩啊。怎么玩？玩什么？几个人玩呢？我们一起玩。一起玩，来啊！搞像这里有没有人一样，有一个人不是人一样。数学谁教的？数学你们拿成了？我以为。你高考数学多少分？哎哎，我的骰子，我的骰子，它正常的，它盖太深了。没有粘，没有飞，没有劈，就是干喊带一干喊是吧？就好玩，你们先试一盘，先试一盘吧。我们都不是很会玩骰子。等一下，一边说不是很欢，像刷刷刷，直接赢完了吧？喝酒，喝酒，闪掉了，喝酒。哈哈哈哈哈！刚才好不好？刷刷刷一下，太搞笑了。就那叫嘛，就都可以啊，随便开什么的，随便叫。就是五个人的话，这样的，一只能五个起叫嘛。六就是，只能。其他的就六个起叫嘛。没有摘，没有飞是吧？六个起叫。对，没有摘，没有飞的。加七个六。七个六，嗯。这样子。七个六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。吓我一跳。嗯。跳开的话就喝 double 啊。跳开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比如说，他现在叫了。问你开不开，比如说我想开它，我是属于跳开，懂了吗？本来应该是你开的，好吧？好像懂了，好像懂了。一等一下就知道了，你现在该你喊了。对，七个六，就八个六，就八个六了，对，八个六，九个六。九个六啊，这么猛。十个六，有赖子吗？有啊，还没叫一啊，有赖子，有赖子，一是赖子，十个六，再加一个，十一个六，十二，他提我十二个，十一个六，十二个六，十二个六，开我，没有摘的话，肯定烦死了，我不能开你，十二个六到。十三个六，我这样想想，十三个六，这太多了吧？我四个六啊，我也有四个，还三个，够了，一个，够了吧？十二，这多少个？十二，十五，十五。那就八加我就十二就够了，十六个，哇，最高能有十六个，那我吃应该是对，算喝一杯就全破，行吗？见到了，来，原来真的有这么多，打扰一下您的水果拼盘，这里有和牛汉堡是不是？搞一个，要一个和牛汉堡，搞一个汉堡。你先，你上一把说你先，五个怎样？从几个开始啊？你们要不要吃汉堡？
要吃的话就说啊。最少从几个开始啊？五个开始。最少五个是吧？六个。六个。一的话是可以五个。六个开始。八个三。这这么高啊？不是六个开始啊？对啊。六个开始，八个三。对。有问题吗？加一个，我信你，姐妹。九个三。好可怕，我有点害怕。十个六，那不九个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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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个三，九个六，好害怕，九个六，十个三，五个人玩，九个六，我十个三了，他已经十个三了，你只能叫你们叫的是谁啊？不用管我们，不用管的，我们叫谁？我就是他加了一，哪呀？你喊的是什么？调监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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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监控。十一个，他们喊的是什么？叫直播录像。他们喊的是什么？十一个。你喊的是什么？你喊的是什么？现在只喊了三和六。三和六。只喊了三和六。他们喊的是三。十一个，你喊的是什么？十一个六。十一个六。吐了，他吐了，十一个六。谁给我看一下？我三个我也看一下。他开我。三。我有三个。什么东西三个？再开两个。两个。为什么要跳开我呢？他非要跳开。跳开就喝一大口。对，他为什么非要跳开？你怎么了？再摘的话，我喊完五个一，你是不是就不算了？啊，五个一。这个我重新摇啊。你喊了五个一是吧？六个二。不算一了，一不算了啊。不算一了。对。七个二。姐妹，我信你。8个2。你还信我？8个2。你开我试试看。姐妹之情。八个二是吧？九个二。开吧，开灯。开，我没有。我只有两个。六个。一共九个，你们？开三个。6个。我俩，我一个。是八个。八个差一个。你有二吗？我不信。是吗？那我开和不开我都是屎啊！我靠。位置有点尴尬。开不开八个我。我们顺子是重摇是吧？对，顺子重摇。告我喊是吧？五个一。五个一。加一个。6个1，他喊完一之后，你的四，你七个你四里面的一就不四的话就不算一了，算了吗？是喊完一之后就没有一了？七个六。我最少可以喊几个一啊？七个一。真的少吧？没有。那你喊什么一啊？我偏他们。那你为什么？好，撅脚，微信拉合。顺子，5个1，五个一，嗯，6个5，6个6，加7个，
八个六啊。开，一个，两个。一个，你几个快！有没有烟呢？有没有烟吗？没有，应征是65块。好，给我拿一个，拿一个。我还没有自信，我还没有自信，还是没有这个收入。八个六，八个六，九个四啊，八个六是吧？我九个四，九个四，九个四，十个四，十个四，有一呀，有一，有一哦，朋友们，有一哦，请记住一哦，我们下一局要吃沙灾，记住有一哦，要看我们有一哦。放桌上，可是硬币就可以喝了，硬币可以喝了，姐妹。那我还是看一眼，还有几个字。说话呀，可以说话呀。玩呆吗？啊？玩呆吗？呆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减二。减二是什么意思？你喊八个四，我可以飞至乘二，减二。减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很简单，比如说你喊八个六，我可以喊六个六呆，就是不算一了。但是你要再飞的话，你要想再带一的话，你就要乘以二。比如我喊六个六呆，你觉得你的一多，你的六很少，那可以喊十二个六飞，飞的话就乘以二。不能说了，已经乱了。你们懂了吗？其实很简单。你懂了吗？你呢？我知道你这个，我没懂。我表达了。让我试一试，试一局吧，试一局吧，试一局。就是呆的话不容易喊，要不然我们这转不了一圈就没了。摘减二，你就只记得摘减二就行。其实一般飞不起来，因为飞的话要抽。飞不起来？谁说飞不起来？飞一下，飞一下。十个六飞。这的话就可以不用喊，就是十个六，十个六。那你摘的话就可以，该谁了？当谁？你吧。啊。哎，怎么又这样转了吗？不是，刚才他。哦，你看是吧？我第一盘给你摘了。你随便喊，不用喊摘和飞，你随便喊。一的话就已经摘了。六个二。这个，快点！摘了没有？没摘。七个六。七个六。五个二摘。啊？五个二摘。五个二摘。这不算一了。六个六摘，七个六摘，等一下，六飞。他六个六，你要六飞的话，你要乘以二，就是十二个六，十二个。没有没有，可以改一下，加两个就可以了。还有种规矩就是加两个就可以，比如说他可以喊八个六飞，八个六飞，不，我就要十个六飞。到你了，不留任何后路。十个六分，十一个六。三。够了够了，正好十一个，我三个。
有在。七个六摘。我可以信任你吗？8个6摘。这都不开它，你这真是。开。不，我有3个6啊，我没说开啊，我有3个6啊，纯的，我怎么开的，是吧？8个6摘。他算算开了我一个。那也不够啊，我操，2个，哎，6个，7个，少一个，多久？3个，我经历了，好苦涩啊，兄弟们。太苦涩了。你抽抽烟呢？不嘞，我现在只抽电子的嘞。不是抽吗？我只抽电子的。你不抽烟吧？提醒了我。嗯。哎、为什么？正好转给我的时候。哈哈哈！这种表情，好委屈。不好意思。怎么？有几个闪电？没事啊，我5个，就5个闪电啊！不要动手，6个闪电。你为什么有6个闪电？我之前。玩了这么久，哎，我也是玩玩，感觉不太对，因为他现在还看了你啥子，也没有发现。对啊。等我看我这把剑。11个。12个。12个。加不要攒，再给你攒。12个。我这已经攒了几个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能飞就飞，不要攒，攒的话很难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把大家的衣考虑，大家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衣服。你喊多少个？我喊11个。我想大。你也可以开我。他们说12个都不开，我看你是口渴了。他们12个都不开。12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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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
五个一，
对吧？啊，除了一了吗？除了一了。除开了吗？除开了，因为我叫了一。七个二，什么七个？我渴了就喝，没必要。我没有六，我也没有。一二三四，还有两个。你是不是口渴了呀？差点就死掉了。你这个朋友叫什么来着？威。哦，威哥是不是口渴了？被抢开了，没有，我可以避开。还有三个，没有，我就一个。好，喝酒，我两个，差一个。你怎么知道我有三个音？他妈是偷看我了？觉得没有？我不服，请求调监控。不服喝一点。
十二个字。你们好敢喊吗？你喊的，你喊的。我也往上讲。你有喊多少？我也喊多少？喊多少个？十二个。我们还是等什么呢？哦、两个，你们都是豹子，为什么？豹子六个。六个，七八，你有几个？十个。他三个。一、十二、十三。为什么那么多？是不是比较单纯？有什么喊的？不是我喊的，他喊的。我看一下，两个。你是想多喝一点，还想多喝？他觉得一次一杯不够，他一次两杯。跳开啊！我觉得你应该没有这么多。他两杯，跳开。啥都别说了，这个。咱们开始吃。你转一转。赶了，再也不照了。姐妹同进七个人，八个四。九个。带一个。啊，九个六。11个。开吧。3个。我没有。倒数。5-1，6-4。哎，我们飞的话是加二是吧？对，加二这个飞。7个4飞。9个10个。你加多少个啊？你加多少个？我叫几个？11个。你这要你是暴走吧？我叫的是11个。我一个没有。我一个没有。啊你一个，你呢？我两个。我一个呀。我们做了4个，你自己6个。11个，差一个。开心了，这是。对，把窗户打开吧，窗都下来。全是什么叫乐极生悲？可以让别人看一下武汉的风景。啊？可以让别人看一下武汉的风景。给你们看一下武汉的风景。
六个一。要不要再加一个？六个一多嘛，一多的话六个，我们九十四，飞。我给你不喊，我六十一，不喊九十。喊的是什么？我应该。大家喊的都是一，是不是大家一很多？但也有可能骗人的。我也觉得九个四。一杯怎么还没喝完呢？对呀、啊，他只是抿了一下吧，每次只要抿了一下。六个五。七个二。七个六。飞了的吗？没飞，是飞着的。飞着。11-4。Thank you.
谁了？我说了。到你了吗？到你了吗？五二一。我喊六个一。我也没有一个，你要往上加我就跳开你。只要六六个亿啊！啊，那七个四得加两个吗？加两个，但是只能减一个。你要么就说减两个。啊，你说算，你说算。你说了，减两个。那我就别加两个了。我是五个亿。但是你看啊，我叫的时候就是七个，他打完这个段子又变成七个了。怎么样？七个六飞是吧？对。这有半个金砖。八个六飞，九个三，九个四，九个最后三个，四个八爆五，又三个一。完了，没有，这么惨吗？再见，朋友们再见。七个一，我一个都没有。太明显了。别想偷看我的你，绝了，太绝了，没有，你慌吗？绝了，太绝了，好大，只剩你一个，只剩你两个。哎，我想要加个和牛汉堡，你加了吗？加了吗？哇，小鱼，我以为我没有，我也没有，观察我了，我也没有。三个，加两个汉堡，加两个汉堡，你查一下，不是加了一个是吧？再上一个，六个四，对，六，我去肯德基去买去了，六个六是吧？算了，不去了，六个六。七个六，加带一的吗？七个六，七个六，八个六，带一是吧？九个六，这个我给你收走吧，收走吧，收走了。色了哈。
记到地上了。真的吗？都打过喝酒吗？对。是真的，真的动骰子了要喝酒，好苦涩呀，好苦涩的喝。重做一定要现做，不是现做我就不要了。现做的话，他刚刚可能是那个烤出来那个面包，可能是放久了，他做那个煎那个油物还。不是，全是冷的，我预估了一下，放了至少一个小时。小一是吧？那叫七个五，七个六。加了一个七个六。那我脸上怎么过敏了？加了一的七个六，到我了吗？到我了，我来。八个三，翻加一嘛。九个三，九个三，九个三，加一的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处理了，好吧。我没有。他有一个。我只有三个。咋可能？这当我相信我吗？我是可以相信我的。女人都是不可相信。最多的一个区域是那个爷爷的。
赵四，我在想他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你给自己想个名字。想一个明星的名字。
杰伦吗？周杰伦，他周杰伦。赵四，周杰伦。赵四，周杰伦。嗯。贾玲，我叫什么呢？我叫林更新。你叫林更新？我叫腾格尔。腾格尔是吧？腾格尔，腾格尔，林更新。谁呢？他叫周杰伦，周杰伦。贾玲，贾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操，腾格尔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林更新，林更新，腾格尔，赵四，周杰伦。他我的比较好记啊。他是谁？他是腾格尔，腾格尔，周杰伦，贾玲，贾玲，赵四，林更新，林更新，来吧来吧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抢数字，抢数字，快，一，二。要说个开始吧。快点，已经二了，快点，到你们。三，四。你喝酒玩什么？抢数字你都不会玩？嗯，你不会玩抢数字吗？什么莫名其妙？大哥，我给自己取了一个叫周杰伦。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好，来，嗯，然后喊开始吗？谁喊开始？输了喊开始。输了喊开始，你喊开始，我们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干嘛？喝呀！喝酒啊！我想一排一个。你要抢数字，你最后你要是不抢，你就要喝酒。你才喊开始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你们互相说的。周杰伦。啊！要说我喝，我说。你要说出他的名字，你要说他的名字，你才能喝不喝酒。赵四，你快点，你记一下，我叫贾玲，他叫赵四，他叫腾格尔，他叫林更新。就是假如说你们两个说同样的数字，你要快速的说出他们他的名字才可以。让他已经记熟了。好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周杰伦。哎，我不能，你叫周杰伦，我周杰伦太好记了。那你换一个名字。换个名字。嗯。全部同学一起换。好，一起换，一起换。我操！我刚记住。现在吗？赵思。穆罕默德。卡瓦斯基。你少来。墨西德。这个。你不认识啊？不认识。真的是太。不认识。三个字。孤陋寡言。我就是。那我还叫，那我还取个俄国名字哎，对对对。那我记住了。你叫什么？我想一下，你是赵露思。赵露思。范丞丞，赵露思，范丞丞，我叫，都是都，我叫宋小宝，宋小宝好记，宋小宝好记，那算了，换一个，我叫，你俩说这两个人我都没听过，我叫小徐，王嘉尔，王嘉尔，王嘉尔，赵露思，范丞丞，王嘉尔，你呢？卡了一段，然后把那个卡都吓坏了是吧？西门庆，好，可以，西门庆你呢？我肯定叫潘金莲。好，潘金莲可以可以。不，我肯定不能叫，那我就叫。王嘉尔，叫王嘉尔。范丞丞、赵露思、西门庆。潘金莲。潘金莲，潘金莲，就潘金莲算了。好，大家好。谁喊开始？你喊开始吧，你最倒霉。我为什么最倒霉？你就喊开始，你最倒霉。不，赵露思，谁是赵露思？开始啊！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喝酒。我跟你输了，最倒霉啊！开始一、二、三。你们两个同时。赵老师，喝酒。没听到吗？我说了。他的同学跟我分了。赵老师，喝酒。赵露思都那么好吃呢，大家开始一，赵露思，开始一，二，三，范丞丞，你们两个还要互相说潘金莲。我们俩说的不应该只有他自己喝吗？没有，你就是谁先率先说出谁哪两个人？等一下，我操！开始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他是一，他是一，三，四，盘点，操你，盘点没用了。你说、嗯、不，我跟他同桌喊的干嘛？然后说潘金莲，你说是啊？所以你们两个喝。那个潘金莲武大郎。大郎。西门庆。西门庆。那你喝了也喝。他说武大郎。强行把我们两个凑一起。他说什么来着？他是一。二。范丞丞不是那个赵露思吗？我脑袋想不起来了，好难呀！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呀，玩这种反应的，好累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个酒还没喝下去，哎，再喊开始人不能喊一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半酒六。顺口起来，顺口起来。武大郎，潘金莲。哎呀，还好他说错了。武大郎。武大郎，你可还行？不是刚。换名字，换名字，换名字吧。电器怎么样？电器。电器。好，电器。哇，电器。我拖把。电动拖把，电动拖把，电动的，你很高级啊！电动，我说电器，然后我说拖把。现在其实所有的电器，所有东西都可以带电的，真的。电动拖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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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电动拖把，我叫小马达。加湿器，加湿器，微波炉，电动拖，小马达。热水器啊，热水器，热水器，微波炉，电动拖把，什么？加湿器，小车，拖把，啊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热水器，热水器，热水器，电动拖把，微波炉，小马达，热水器，热水器，啊，开始，是什么？它不是什么，它是微波炉。不是什么，它是微波炉。二、三、四，小马达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加湿器。微波炉。微波炉。洗衣机。电冰箱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喝，你五个屁呀，你五！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小马达。加湿器，同时的，同时的。加湿器，小马达。没了，加湿器，没了怎么办呀？再来一杯吧。哎，你怎么都没喝多少？没办法，这就赢了呀，就是没有喝呀，那我能说什么？开始，一、二、小马达，电动拖把都不记得了。哎，怎么连电动拖把都不记得了？哎，我要换名字了。换水果。水果。蜂蜜。菠萝。
桑葚、猕猴桃、菠萝、猕猴桃、菠萝蜜、菠萝蜜、桑葚、桑葚，你是菠萝，你是猕猴桃是吧？柠檬。是猕猴，柠檬，不知道是猕猴桃，猕猴，柠檬，柠檬，猕猴桃，菠萝蜜，菠萝，桑葚，菠萝蜜，菠萝，桑葚，猕猴桃，柠檬，柠檬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蜜。喊出来了，他菠萝，他菠萝蜜。哎，其实我也喊出来了。蜜就是嘛。那一起喷可以。他说蜜。那一起喷。是喊出来了，蜜吗？你说开始了。一。菠萝蜜，菠萝蜜。你说吧。菠萝蜜，菠萝蜜，不不不不不，什么？说错了，喝酒。说错了，喝酒。他一起喝，一起喝。哎，我怎么玩这个他妈盘呗？喝，我操！他们要去了，我操！少喝点，少喝点，少喝点一点就好了。我们主要是玩，跟喝酒没关系啊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菠萝蜜。那个菠萝蜜，那个芒果，柠檬，芒果，还是什么来着？桑葚。哎，服务员拿点纸吧，服务员。大哥，我好啊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开始。一、二。菠萝，他的表情，这样，笑死了，三道纸的边，这样开始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菠萝蜜，打平了，打平了就不算了，再来一局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菠萝蜜，猕猴桃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给你范围。换什么？他的范围吗？十块钱。可以换桌上的。打火机啊！打火机，打火机，叉子、电子烟、纸巾。打火机，好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剩完了。有人打二吗？我听见一、三。那你在这。结束。我是吃鸡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打火机，我是烟灰缸，你烟灰缸是吧？
哎，你怎么什么都记得呢？平常记东西记不得。开始。一、三、那个叉子。打一样，打平档。二三，啥子？我天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是我天没高，今天还点着蛋糕糖。哈哈哈哈哈！开始，一二，打火机。这边啊，电子烟、叉子、纸巾。不好意思，说大伙子，我脸上像什么？啊，像噪音。它是电子烟、叉子、纸巾，记得没？我是烟灰缸。开始，二，烟灰缸，打火机，烟灰缸。二，打火机。那换名字，换名字啊！申请换名字啊！好，换几次？你说范围好吧？你定范围。酒的名称好不好？酒的种类好不好？还不熟哎，好不熟啊，好不熟啊！怎么可能不熟呢？米酒、白酒、洋酒都算酒。对啊。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还有品牌都可以啊。嗯。你做一个，我叫轩尼诗，几个字之内啊？三个字以内，轩尼诗。我百度一下，让我百度一下好吧？好难呀！你可以叫米酒吗？那我太好记了吧？叫呼米酒，这欺负人，欺负人了！没，八百标兵奔北坡米酒，哎，我喜欢。再换一个，淡酒。马鞭酒，我是虎鞭酒，虎鞭酒。我来很虚啊。你来。虎鞭酒。马鞭酒。马鞭酒。清酒，不是莫吉托。清酒。马鞭酒，你是马鞭酒是吧？我是虎鞭酒。你是什么？我是马。清酒，马鞭酒。什么鞭？他是马鞭，马鞭酒我是虎。你可以路边。好了，搞混了。路边。我叫路边酒吧。啊，路边酒。路边酒，清酒。清酒。我的好好记啊。那我叫。还有什么？没有蛇鞭酒吧？有蛇鞭酒。蛇鞭酒、路边酒、马鞭酒，什么酒？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酒，还有什么？你叫人鞭酒。有鞭酒吗？有，他喝过的，有，他喝过的。我没喝过。鞭说过了。牛，我是马。牛马。不是，他是马。马。牛蛇鹿东西。有点难记。我就上个厕所。蛇鞭，你是什么？牛鞭，马牛马牛鹿蛇。我们好。好难呀！我们四个人。你是鹿，你是蛇。你应该是熊，我觉得好记。呀，你是牛是吧？你是牛。牛，你是牛。我知道，我是猪。蛇，牛鹿蛇，马。开始吧。蛇，他去上厕所了。马。我上面写喝过就喝过，还客气，我真没喝过呀。先玩一局吧，我想先熟悉一下人品，回头被他熟悉一下人品。好，开始，一二三，那个马鞭，蛇，你是不是马？牛鞭，它是牛鞭酒。蛇，牛。你说的是蛇。蛇，啊，没说完呀。蛇，对吧？行吧。
蛇牛，好难呀，这个好难呀，好难呀，蛇牛。我加了一个，加了一个。高考都没见，高考都没见他记得那么难。我在使劲。高考都没见他记得那么认真。再来一句，再来一句。开始，一二。蛇边酒。蛇。真的好难。马牛太难分了。这个真的很难。美女，要不给您加点水？好，谢谢。真的是绝了！谢谢。三二一，一二，他们俩开始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看着玩呢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一，那个蛇鞭酒不是马鞭酒？蛇鞭酒，我不是蛇鞭酒，你蛇鞭酒。你是不是口渴了呀？好像对我不太公平。我们别的没记住，就记住他。来，不，他来了，说不定你就可以那个暂时休息一下了。蛇马。蛇马，不是。蛇马虎牛。这个红酒好上头，我操！是的，我刚是的上头。我又忘完了，现在。啊，我们现在都喝红酒吧。哎，再拿两个红酒杯人哈，服务员，两个是我是喝什么？我们三个，不行，我们三个都喝红酒，把红酒喝完了。服务员，你喝酒好像有一点上脸。我一般不喝酒的。要不要换名字呀、啊？这个啊，不换，不换，来了，是吧？啊，拿三个酒杯过来啊。拿三个酒杯。是蛇鹿，别算了，别算了，来开始吧。你肯定也忘完了。蛇鹿，来开始，快开始，快！人是吧？牛，它是牛。马虎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一二，蛇鞭酒。待会儿多少把能换名字？三二一，开始！一，路边酒，五边酒，蛇边酒，马边酒，路边酒。开始，一二，倒，三四五，他是倒。哎，该你喝，分散我注意力了。啊，臭不得了，我靠，这喝他妈就醉了。你生日不买蛋糕吗？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。喝完再说了。哎，十二点能不能放一首生日快乐歌？哎，那个你好，我向你就是申请一下，十二点能不能放一首生日快乐歌？不可以，好的，必须可以。被拒绝了，怎么办？没事，我们拿手机自己放。我们拿手机自己放，我们自己唱超难。我想听你们唱，就唱吧，真的。哎，你十二点钟放一首英文的生日快乐歌，我一个朋友过生日啊，必须放啊。但别拒绝你就蛮尴尬的，这逼装。拒绝老子明天就不让他开了，我操！开玩笑。该谁？该谁了？该你呀。开始。开始。一。路边酒。蛇边酒。马边酒，蛇边酒，我说。我也说了，就平淡了。我不是熊。我说你是蛇边酒。我也说蛇。打平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马边酒。话已经到嘴边了，话已经到嘴边，这样出来了。我想了半天还没想出，我现在。他是牛边酒，他是牛边酒。哦，我绝对记住你了，牛嘛。
那我喝不得了，我操！那就别喝了。一二三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有没有？他真的记得了。他真的记得了。要不换换什么？换颜色。不该我说，你们说，跟他说。换城市的名字吧。马来西亚，西宁。西宁是哪里？马来西亚，敦煌。西宁敦煌，我操他妈都贼难的。对，我咱俩在一边。西宁敦煌，马来西亚。郑州。王一博老家在郑州。王一博是诺阳，杭州的。王一博是河南的。啊？布拉福德。你再搞名字长一点的呢。布拉福德。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能不能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？这一直是抱着不平。是你们不知道啊？说不定那个最好记哦，荔枝。抱着不平。荔枝，好不好？荔枝。马来西亚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啊。敦煌，西宁，郑州。你是什么？荔枝，郑州，西宁，敦煌。你别把头发挠掉了。到谁开始？哎，菠萝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来，荔枝。哎、他是不是学理科的？太好敏感了，我靠！敦煌，美术老师，太狠了！哎呀，脚就不加了吧，我喝不得了，我操！不加了。敦煌。西宁，郑州，马来西亚，荔枝。马来西亚不是城市的名字啊。那我就换。喝酒。兰卡威，好吧，兰卡威。兰卡威这个城市好熟啊，你知道哪里吗？兰卡威是那个是粉色、蓝色那个红色的地方。我换一个大家都知道吧，换一个。呼和浩特。四个字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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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哎，我酒越喝醒了，我靠！我开始认真玩了。我开始认真玩了。我知道了。再拿瓶酒了。哎，服务员。还没什么。服务员。哎，服务员。喝什么？还有红酒了。喝红酒，我想，你们还要什么？我这都没喝完了。我也不要了。当我没叫你的。3、2、1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霍华特，我是霍华特，不要打他了，我一直是霍华特。敦煌，他荔枝说了吗？说了。认真玩了，我认真玩了。霍华特。一二三，开始。一、二，花的。西宁。完了，你别跟他抢，记得你。我喝醉了。哦，这个酒好，这个上头。这个东西叫什么？一二三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开始。喝酒不是名字。
三四啊，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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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不算。好，一二三开始，一二三四，我完了，走了，他好笑，全场都记得你，我今天就记得一个胡浩浩和荔枝。啊，荔枝这么难好记啊？因为不像一个水果。哦，荔枝是水果，敦煌。记住你了，一二三，开始，一二三四。你看，敦煌，人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你说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？你说，开始，一二，敦煌，敦煌，我写成了。说了二的人也要喝。啊？我们俩不喊了。好了好了。开始，不是我喊吗？那你喊吧。那你喊吧。好，开始。一，呼和浩特，西林，阿里出来，我先喊你的。我说的呼和浩特只是，对，我说呼和浩特只是炸你，知道吗？他的战术就是快速的把所有名字都说一遍。他的战术就是快速把所有名字都说一遍，总有一个是对的。我记了五个名字，我不知道谁是谁，但是五个名字我都能喊出来。这东西还拼的东西，这东西还拼的比较拼肺活量，拼分贝。我的声音压过你了。对，你敦煌，敦煌还有谁？敦煌，郑州，开始，二三四，那个呼和浩特秒杀，你已经记住了，秒杀，我申请换名字，换啥？你说。国家的名字，刚刚城市了，现在国家吗？国家的名字吧。委内瑞拉。换一个，我换一个范围。这一看就是经常看奥运会的人。是我错了，我换一个范围。嗯，身体的部位，好吧。我叫嘎桌。你叫什么？嘎桌。嘎桌。我听着叫大波了。嘎桌。膝盖，手腕，膝盖。手腕、膝盖。鼻毛，可以。这个好好记啊！我也觉得。腰好记。毛还有一个什么？手腕、膝盖。眼睫毛。看吧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手腕。再来一组吧，一样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手腕。哎呀，见面都说出来了是吧？对，然后就是你喝了。哎，他是手腕是吧？对，你是的是吗？不是，我是谁？我是膝盖。你是眼睫毛，鼻毛。你呢？嘎桌。三二一，开始一。二三。手腕，鼻毛。好，气势上确实有用。确实，为什么他这么喊？你这哑了又一直在喊。开始，一二三。三。啊？眼睛毛。不是我喊的四啊。我也喊的四。鼻毛。我换个名字，我叫胸毛。胸毛还好听。一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鼻胸毛，说错了，发现。你刚才还说你刚才是阿波，对呀、啊，快点喝。哎，这个开始，
一、二、三。什么？不，我分析一下，刚才我先说的，刚才我等一会儿，我是裁判的。我你等着啊，你别这样子。宰你妈宰！骂人呢，这是公共场合，不能骂人。一二三，开始一二三四。啊！正宫，喝手吧，喝完了。啊！